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有没有看到旁边的是姚元浩？你的那个学生年纪很小吗？没有，我学生大概都是国中、高中。那你为什么要用那种哥哥姐姐的声音跟他们大家打招呼？我以为来到幼幼台，老师本来就要稍微比较活泼一点的、啊，要比较自然一点。了解。好，大家有看到这是姚元浩嘛？Hello， 对不对？大家好，我是姚元浩。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姚元浩他自己从事赛车运动也都很有经验，而且非常久了。那我想请你给我一些，或者给我一些学生建议，如果接触赛车，那要怎么入门啊？怎么去学习？其实我觉得你是喜欢赛车运动的人，准备要进入赛车运动了，我觉得基本的人生步频很重要。因为其实常常大家就会认为说，不管是来开卡丁车也好，或是说比较大型的赛车好，大家可能认为说我只要戴个安全帽啊，穿个牛仔裤 T 恤，因为很热，所以我这样就好。但是其实往往危险都是发生在突然之间，所以你有一些基本的人身部品，像我们现在身上所穿的这个赛车服，其实很重要。因为赛车这个运动它速度非常快，然后引擎工作的温度也非常高，所以常常当你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不小心烫到啊干嘛，如果你是没有穿赛车服的，其实你的皮肤非常的脆弱，轻轻一烫一下，这里烫伤起水泡，你可能会因为很多疼痛，所以你没办法继续再往下面练习或是比赛。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初学者要给什么建议，我觉得人身部品是一个最初阶的，不要吝啬去花这笔小钱，然后也但是人身部品买起来也会贵啦，对，但是看你自己的需求量，看你买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一分钱一分货，人身部品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然后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人身部品其实我们身上所穿的这些东西它还是有有效期限的，它还是会过期的，不管是安全帽啊、手套啊、所有的防火内衣、防火内裤，接着像赛车服跟赛车鞋，真的要参加正式的比赛、国际的规格的比赛，他们都会验证，所以这个也不是说买一套可以穿一辈子啊。对，好，谢谢元浩跟我们分享这些，谢谢。我等一下要拍 K 歌，这是卡丁车的最高级六档，还有六个档位。你看这边右边有一个杆子，这个档杆，这边是离合器。听说这个车子开五圈以后，我觉得更厉害。你在右转弯的时候，因为等我是美女。我平常也是有在打拳的，对不对？脖子对不对？怎么样？对，但是没过问，应该是过问的牌子像很帅气。等下抓好啊，抓完这一次。对吧？然后这个就是力宝赛道，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卡丁车赛道。卡丁车赛道就是位于就是大赛道的中间，所以外面这些是大赛道，然后中间就是卡丁车场的赛道。不过自从开了卡丁车以后，我对跑车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卡丁车好玩太多了。这就是我们大厅主场馆，有没有？是不是？那你有告诉我们可以玩什么车子？这个有三种车子给你选，好，13.8、8.2、8.2。啊，你要从这个车开始，懂吗？因为这种车才比较安全，哦，不然你开我们那种车，知道哈？其实我不是怕你受伤啦，我是怕你荷包受伤。旁边这些东西来拍照。想要的话可以来这里体验一下，我是不需要的、啊、因为我平常就很常站。走吧。好，你说演些什么啊？还是等一会儿我给啊。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下来邀请到力宝赛车场的副理林佳玉林副理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力宝赛车场。
嗨，大家好。我们这个赛车场比较特殊一点，我们其实是在中部的一个很大型的度假园区，我们是力宝度假园区。那这个度假区里面呢，其实就是我们要传达的是休闲娱乐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度假区里面，除了有赛车场以外，其实我们旁边还有力宝乐园，那探索世界马拉湾，还有一个全台湾目前最大的摩天轮，以及五星级的饭店，还有可以带着大人小孩家人老婆一起来逛的奥莱梦。那赛车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呢，在台湾来说它是规模比较大的，那我们也是第一个正式通过国际的 FIA 认证的一个场地，全长大概有 1.5 公里。那在这边举行过各个级别的赛事，有包含国际级的赛事，那也有包含国内级的赛事。那我们自己其实现在目前有一个车队，就是力宝 PTT 车队。那我们透过跟车队的合作呢，其实是想要告诉，就是你对赛车有一点点兴趣的人，都可以透过卡丁车这样子的一个场域，来慢慢的精实你的，比如说赛车技巧啊等等之类的。除了娱乐以外，可以在这边学到跟赛车比较相关的东西。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欢迎过来我们力宝国际赛车场。那我们有非常非常专业的技师团队，就是在我们的力宝 PT 车队里面。谢谢。嗯，谢谢林佳玉玻璃，谢谢，谢谢，谢谢。我也好想家里有这个，但是我看来应该会发了。而且它这个方向盘还用 Fanatic。对，如果你们有在玩赛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方向盘真的是很好的方向盘。这里出来就是我们的观赛区啦。王美都怎么拍？好，算了，还是不要好，以免破坏镜头，对不对？是吧？这是我们的 PTT 车队的 VIP 室，有没有 ？PTT 机友，我们的。Nope。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个很大的停车场？之前呢、啊，这个卡丁车啊，赛车场还没盖好的时候，他们是在这里办街道赛、封街赛，把这个地方封起来，然后把它用成赛道的样子，然后在这里做一个赛道，在这边跑比赛。啊，现在卡丁车车场做好，当然就不用再继续办在这里了，很酷吧？你看台湾有些人是不是就是很认真在推广这些活动，对吧？好、哦，是不是？是不是？好、哦，其实要感谢这些单位啦，因为如果运动啊没有人去推广的话，其实它做起来个人的力量会很有限啊。大家集思广益一起去推广，台湾才会朝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下去做发展。因为我自己身为补习班老师嘛，我非常可以感受得到，台湾几乎都以升学为主，大家都念国英数、物理、化学、生物、地科、历史、地理、公民。那体育呢？国家有没有一个良好的配套措施可以培养这些体育人员，然后让国家就是往多样性下去做发展，这个国家才会兴盛繁荣嘛，对吧？哦，不能就只针对几个东西而下去做发展。OK， 啊，希望台湾未来可以越来越好。OK， 加油，大家一起努力。这个方程式念法，李汉英文叫什么？Formula， 对不对？那如果是原住民怎么念 ？Formula 的啦。好，我怕我被打，不好意思啊 ，Sorry， 我先道歉 ，Sorry。算了，我这段剪掉好了。被骂死，Formula 的啦，马上被骂死。